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月华娱乐的天气预报员毕文俊，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解天气。今天呢，天气多雨，气温下降，我觉得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在家里面休息，配上这首歌曲。世界变化不停，人潮川流不息，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。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没关系，至少有这首歌，我再唱给你听。好的，今天的天气预报到此结束。为您播报的是由来自月华娱乐的毕文俊。第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我呢，特别希望我的歌声可以给予大家一些温暖，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大家好。我是来自月华娱乐的练习生毕文俊，我平时比较喜欢音乐，然后喜欢唱歌。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贼？谁在哪里点卖第一只紫雨伞？已经没有力气给撑下去了，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全民制作人们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조금씩 할것 같아.